这算什么壁画呀？你们能看清楚上面画的什么吗？哎，这壁画怎么融化了？危险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壁画，是机关。 你们细看壁画上的线条，其实是极其细微的凹槽，凹槽里灌了极易燃烧的火焰，外面则抹了一层熔点很低的虫蜡。在常温状态下，这种虫蜡呈固态形式，封住了壁画上的凹槽，一旦温度升高，就会从固态转化为液态。快进。 以砍御艮，山下有险；砍上阵下，乱丝无头。上前下里，仙人指路。入口在前位，把火油往中间引。巽位，艮位，震位。 给我火把，走。 建议你们好好检查一下自己。我们被击伤了，是刚才吗？从伤口的样子看，已经很久了。你们在洞外就应该已经被咬了。天黑了。 大家小心这里的虫子，得快点出去，不然被感染的人都会死。我们可以用火、消毒、刀刃，直接割开皮肤，把寄生虫给弄出来。不行，史料记载，寄生虫里边都是毒素，如果在皮下弄死，会立即中毒而亡。瞎子说的对。阿生。
他说让我们进去，我们还得继续往里。中途让你们产生的幻觉，这可能不是幻觉，是那东西在对我们说话。我什么都没听到，只有被寄生的人才能听到。他让我们进去，他还说，如果我们不听他的话，全都得死。现在这外面都是寄生虫，我觉得我们只能往下走，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出路。我们继续往下走，找出口。